来电工找来浪钱的街路买了三点还取得有一些个料。不过大家还动天高的时间就应该开始的正义的条路。这里面是肉五香百草甘草肉桂，还有糖跟盐巴。走下到房本山老朋友无限吃茶贴片托跟手提个后腿肉三路人的行了点行了那我就红东西回来。好来明仔日还是讲摸煮好的时间是吧？吼，可能会熬太热会熬死啊，热它会熬死，就是一颗粒变颗粒。哦，我一点点。嘿嘿嘿，那就没有做，完全没有作用了。如果说水温不够的话，又没有办法弄到那么 Q 啊。番薯粉老少水挑走勾勾勾后，出黑板妈。你看那粘稠度啊，啊。这越冷会，越冷会会越越 Q 越黏呢、啊。要烤经验，因为它地瓜粉哦，有的地瓜粉比较干，有的地瓜粉没有那么干呢。那我就批番薯粉，老太灰色灰，那就香料够好，慢慢的加水搅匀，搞了半马上一片，最每个加调酒，搅做加比色，粉浆出做好嘞。你系当该入火的营养，一落该猛火的分的地白毒，几对俏皮润来，你爱情太低咯，看感觉上一摸，感觉都摸嘛该，那个你爱出暗烈了。差不多一比一。用来当台式器，总算将染冲的颜料准备好些，下下来个罐头冲剂染冲出做好一半嘞。啊你要染妆的其实是嘿，按你到一般的风染妆冇用着，风染妆嘿，手重要老配重要惨嘞。啊，按你爱染，按你爱做染妆嘿，手重要老该提番薯粉惨嘞。啊，实习了下唔还会，唔还会呢啦，因为冇配的咩。比如讲像按你客家人，按你讲按到水染妆，冇做按到粉妆，啊，还冇做按到干妆。一下干妆就记起来推理，时间省了三倍。调白如熟了干，唔但吃好食，还冲调酒，真样爽快。利用这一支粉，你这边往下，你这边要慢慢给它放。你要烫湿着，你从呀按倒哈，你也按潮，你讲讲是，很辛苦。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讲三点，你一定要一点多一点就起来了，那就是说碰到那个礼拜六礼拜天了、哦、不用睡觉。走染冲红门动态，尤其是水煮的过程还能是会贴片煮剂落泡的时间温度会很高的还慢慢啊，到像我落泡好些时间，你该温度就控制到你这温度总得太高啊，总得太高还慢慢这边用沙慢慢俾湿落来熟啊，还用。它水咪浸得嗰啲滚。浸得滚，滚嘅时间哦，窗边一米就爆睇啲人听。听佢讲，佢哋溶解系天然冲剂，所以又粗又油，又喷又泡，用半煮怎么讲？解出来功夫嚟。像这样的粉跟浆哦，有透明的就有熟。第三种提起两只水染冲是冻薯粉样嘅菜体消失，粉本身就系阿妹五十六年来嘅手艺，过两个后还能符合大家嘅口味。你系因客家提起嘅特色啊，所以你种嘅目前尤其系像因新埔嘅水染冲吼，你去看所有嘅点心店，全部有你水染冲，而家点心店里边都有不相型嘅客户，分装啦吼，还有像竹北。竹东、新竹，哈，应该会来卖。听讲讲，调白先发下苦，摸马前是牛，做用粉浆来推推煮牛。谈价省嘛，下摸天嘛，摸法都高烟高尖，摸法都是多纯色为牛，
所以是想办法，因为想办法看做得灿烂的东西哦，不是用到全身用，所以用番薯粉呐哦，老了番薯粉了，老了猪肉，按用因掺的落去，比方说窗户地板都是干干了再来杀，哎，还用因又做的又是多肉哈，又在做一只竹心菜，还用因。做好的人葱羊皮出两个后那一边，一行银行出等等外来。那个消防队对面那一家点心店，他很早就四点多就。梁世杰天还蛮高，出外出门可能送货。今天公司五点，两间点心店出租银行来补充嘞。老板，你要尝试来的。谢谢。不能挑价贴片做干净，是起来还那好吃。贴片的是那家人从本国后来时还那赞，软软 QQ 的口感，不动动硬质时出外就黏头。挑价两片没很送货，那我这片挑价肉还会赶到市场去快点。你这个蘸酱要多一点吗？最多会呛量，直接买650块。650啊？呛量是安尼最，业绩最好的时间。啊，刚下大家是卖潮汕的。潮汕，系，还有要外种转来啊，卖全部开始。打早准备的嫩嫩三台盆的染葱，快点摸两点钟就买抢抢。除了包牛的，还有两种没包牛的，是一类出穷的七八孔肉。虽然腌不了惊喜，也就是十个腌没起价。挑价工而不影响许多东州家属的水染葱，没希望将两种传统的提风提色小食推广出去，本还很多名的。